你叫我 Jerry， 我来感觉较亲切。Jerry 个死啊！三十年前啊，就是因为你安尼赤白白，因为惊蛇啊，唔知逼伊去外口发展呢。一句话来威胁我，我绝对把你扒去！干安呢？我哪有你的？我哪有你的？我哪有？家风看我也不够听话哈！刚刚在你惊，对你的身躯边在跟你学习，安那做你都无管你。家风，今晚听你的头前，这个人就是咱丈夫，咱拢休息去。吴碧，你这种卡袂着，就要甲人拍新人嘴皮的这歹习惯，真正来改。三十年前啊，就是因为你安尼赤白白，因为惊蛇啊，唔知逼伊去外口发展呢。你叫我 Jerry， 我来感觉较亲切。Jerry 死的啊！你只不过是一个去用破红水当娘妹，把规家买到白粉，随便你随便倒淋。啊，继续当生气啊？看来你是安尼想我的。这么多年，不管我哪解释，你到今麦还认为迄个狐狸精的事跟我有关系？好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我无要再吞论啊。你若是再讲指挥官的事是我造成的，我今日就跟你离婚。先到边仔嘞，别动我的路。跟阮太太有事嘞 ，Say sorry。我认你个死嘞啦！你这个狗男女，一个是靠生出来有钱，拢咧霸占人的感情；一个是专门咧弄查甫人的脚泡，想要贪图荣华富贵。可要从这么小查某囝的人，莫甲恁赶出去。阿婆，你即马是咧外头啊？啊？真麻烦呢，甲英惠好啊，或者是咧会用的无？哦，英惠，英惠啊，来，阿姨，甲你讲，英惠，伊要甲你回去咧，免惊。回去嘞！英辉啊，赶紧回去嘞啦！哈，回呀！我跟你讲啦，你叫你做妈干爹，没去回去嘞，我把你打到派去啦！他鬼家伙要死！你讲我是要恁去回？啊，你是谁？你嘛知我唔是其他人决定。我是一蕊真够钱玫瑰，我管你个死啦！你是真够是无唔对啦，也毋过人花哦是开甲这大蕊才叫做玫瑰啦。啊你嘞，偏也一粒啊，目睭遮细，你搁生到遮尔啊，还搁未开花，你知影你叫做啥无？你叫做贞子啦！你敢骂我是贞子？我袂管你哦，真人也棒的啦！你敢无别项通袂啊？你永远敢那会通摕我的过去来甲我敲死，来侮辱我性？侮辱？我无你个死啦！我即马是伫遮咧教死你啦！大妈，你阿爹哦，你是不是来找我妈妈做去做 SPA？ 我爸你个死啦！即你个人家想想，我要去做 SPA， 要去美修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是无大脑哦，不管你是十八十九啦，你就是算是讲哦，做个三十四 D 哦，拢无好啦。是的，你去骂啦！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哩哈？我阿外号叫做九命怪猫，我相信这边，我绝对会用照这个巴肚个翻身的。到时阵，就算讲你去安怎怨恨我，嘛一定会甲我笑命命。笑你个死啦！笑到你无命嘞啦！也唔敢死一斤。弟弟，干嘛 ？Say bye bye。你看伊啥安尼啦？亲门大户来甲我欺负，你搁看会落去哦？你无想要跳出来替我讲几句公道话吗？公道话？我讲你个死嘞啦！你敢唔知工作就在林静这个外面，你还要跟我假林？我讲刘总裁啊，
我会送你，跟你扣我三两米就回哦。那结果呢？你的心肝也凉会掉啦。伊掠着讲你伫外口偷食，甲即只金毛狮王哦，你咧偷来暗去啦。也过即拢无紧哦，只要你肯乖乖等伊的身躯边，该认一句唔对，回一只死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原谅你的嘛。我甲你讲啦，就算一千名一万只看人的人，拢看会出来讲即可怜的少年，派这个金毛狮王来诱拐你，伊的目的甲伊的怕死。他说你连这也看袂清，想袂清，安尼哦，我贵讲哦，你食到这个岁数，做遐尼侪的人啊啦。即马哦，就算我拜托你，就跟我美华拄下所讲的，你的目睭若不是用来看清楚事实的，那你的目睭就是用来哭，到时阵哦，你连目屎都哭袂出来啦。我给何良伟交保，何伊当等伊出来在陪你过年，已经真通用啊，你嘛莫想超过嘛。我看你死的啦！你无感觉你唔了，这个是真通用，你这人嘛真欠骂的哈。用你手来还跟我约风，一定在那里好声好力，你无要接受，我哪来拍打拍打你这欢喜心？虽然讲师傅铁路也未起好啦，也不过有火车，嘛有车会当驶的啦。阿妈，台北到下港是咧外远啊，够差。你若真要叫我让，也无紧啦，欢喜你到大啦，二十四小时你顾着着哦，你开开我啦。你真正要甲黄定春离婚哦？安怎？你有啥物意见先？我有意见，我的意见是做得好，做得妙，做得呱呱叫。要办离婚就赶紧，手续紧办办的，安尼咱就会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起码就是不能让一家人团圆啊！我以为你死啦！你这人较自爱的哦，你卖人哦，啊对啊，动脚动手，你才会学乖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